大家好，现在时间1:20，我来到了临济宗大本山妙心寺，然后入口没多久就看到一个庭园，是退藏院，然后这边的庭园是名胜，然后山门也是古迹，我想说不管樱花漂不漂亮嘛，他说好像开始散了，名胜即死即退藏院。那就看看，如果有樱花开，就算大家好运。所以先要往这边走，这是本堂。哦，看到了，紫水樱。长绿叶的枝垂樱，这枝垂樱真的很大，然后已经花瓣都落了。我这边有枯山水庭园，门票就是料金600日币。走在这里有点像来到那个平安神宫的神院。哦，有纸盆了，好，就先录到这。